晨三点，存了一整天疲惫，错过了末班车，把自己灌个烂醉，反正我无家可归。也许我们原相信可能拼到了最后，可能也只有可能。难道我们是被世界抛弃的人，还在为了做梦一等再等？但至少我你说，他们单身趴居然是种马路牙子 style。哎呀，他们四个有时候呀，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。放心了吧？是你放心了吧？我放什么心？哎呀，你就别装不知道了。其实呢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不知道人家知不知道。我知道什么？你知道你应该知道什么？看我的眼神，多多。我承认，我有时候吧，好像是知道，但有时候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一件事儿。嗯？南极和北极在一种情况下是可以见面的。怎么见面？融化成海，汇聚大洋。刘总，时间快到了。你还说我呢？你都有我。小飞，你还记不记得合同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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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你这，哎呦，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哎呀，我看一眼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哎呦，我去！快快快！哎，进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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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衣服，我帮你拿，赶紧洗漱去。你要快点洗漱啊，别磨磨蹭蹭的，来不及了，迟到了，快点，好衣服换了啊，赶紧，别换，我只有现在去换。老婆，因为你，我把婚礼往后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向小飞，希望这是你人生中最后一次迟到。我保证，我再也不迟到了。那里有三张卡，一张是别墅的门卡，以后是我们的家。啊。还有一张是上海那家酒吧的无限卡。听说昨天晚上你跟你的兄弟们玩得很 happy。那以后如果想跟他们玩的话，就只能去那家。如果去别的厂子，行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看我儿子多帅呀！啊，他那几个朋友真是情。四个大帅哥。放松一点，来，兄弟们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走，走吧，走，走。
请我们的各位来宾尽快入座，我们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次婚礼的主持人，同时也是向小飞先生的伴郎。在这里，我向大家郑重地宣布，向小飞先生和刘胜男女士的婚礼正式开始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二位新人入场。说这是最先进的自动驾驶，我也是第一次亲眼见。是不是车出问题了？啊！我差点害了小飞。你各位，我们的新郎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求爱方式，跪在了我们新娘的面前，把我们的新娘奉为今生唯一的女神。对，那个，我是想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，来迎接你来到我的人生当中。没事，这不挺好的吗？现在请我们的新郎站起来吧，牵着新娘的手，回到主舞台上。这个婚结得比较仓促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和盛楠就是夫妻了。我会好好爱的，好好照顾的。你放心，放心。盛楠，爸。交给你了，谢谢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当年你和妈妈结婚也是这么有趣吗？是。哎，就是我也这就好。咱们今天不聊这个事情，可能这一切
不是天意吧？走吧，来。来。哎呀！哎。宝儿。今天晚上小飞啊，不是回新家了吗？杰森这儿特别不适应。要不你过来阳台，咱们仨喝一杯。我刚哄金刚睡完觉，我不去了，累了。明儿见吧，啊。好。今天这心情吧。没事，我懂。咱俩喝。我曾经多么希望给你幸福的那个人是我，但我却不是你最需要的那个人。我一直想要为你做点什么，但是我对不起。你是要睡在这里，还是要进屋睡啊？我应该进屋睡吧。你那么聪明的人，在这给我装傻呢？我觉得啊，就是现在我们结婚了，这个要是这受法律保护，对不对？要是进屋睡的话，应该也不算犯法啊。还不赶紧！哎，进屋之前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牢记在心。闭上吧。哎，老婆，我给你炖了那个银耳莲子羹。临时决定飞趟英国，有个紧急会议。刚起床就要走啊？嗯，你辛苦了，下次回来吃。走了。谢。
说说你们这一个个，大早上过来干嘛呢？上早操啊？不是老大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离预期就只有3天了。我们整整熬了2个大夜，还是没办法实现100%的道路规划，而且八个月还非常高。我们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没关系，老大，这怎么能没关系呢？ 要不你骂我们几句吧。老大，我知道我们让你失望了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再去找徐总好好聊聊，再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，哪怕一个礼拜，我保证一个礼拜我们肯定会有突破，哪怕。希望你们可以先信任我，我会处理好这个事情，相信我。 据我所知，还有3天时间，才到 A 组的项目提交日。童总工今天这么着急找大家，是不是实验有了结果？首先，我要特别感谢徐总帮我召开了这一次会议，也感谢各位的到场。那我就跟各位聊聊自动驾驶项目。自动驾驶项目，我们 A 组开展于2年前。 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，但也取得了很多进展。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我要谢谢在座的每一位对我们 A 组的支持。但是就在徐总进入了公司之后，自动驾驶项目进入了瓶颈期。对不起，可能我这么表达不太准确，应该是自动驾驶项目进入了瓶颈期之后，徐总进入了我们公司。 就在那个时候，我跟徐总立下了一个约定。现在这个时间马上也要到了，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的是结果怎么样。虽然时间还未到，但是我心里已经有数了。我同意徐总之前的说法，暂停自动驾驶项目。我输了，童总工，你这。 太突然了，其实不突然了。我觉得在座每一个人其实心里早就有数了，只是有我一个人还不认输罢了。童总工，别太灰心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这个时间要求确实是强人所难。是啊，别影响情绪。其实我现在可以接受所有的结果。谢谢你们二位，但是之前的约定。 我还是要做的，江总，我的辞职信已经写好了。如果您需要，我今天就可以办理辞职。我知道你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，但是不要冲动。江总，我没有冲动，但是如果公司觉得我童宇还有用武之地。 还需要我这个工程师，我愿意留下来，因为我曾经的固执与坚持确实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压力，我希望可以弥补。所以我现在愿意遵从徐总还有江总你们两个之前对我的安排，加入里德组物流分拣项目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。 江总，您来定夺。定夺什么？童宇，你是我当年一手请进来的人才，也是智动科技的首席技术官。辞职的事儿，就不要再提了。也别这么冲动。我也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约定，我不会让你以任何原因。 离开智动科技的，老板，我听你的安排。既然想通了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自动驾驶项目暂停，你带着 A 组全员加入 B 组。那
童总工是咱们公司的首席技术官，是我的领导啊。进入到我们组，那工作怎么分配啊？李工，其实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，因为对于这个项目来讲，我非常的尊重你和你的所有的组员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些付出和心血的意义。如果说李工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愿意作为副组长，咱们两个一起将这个项目尽快落实，转化为效益，为公司创收。好，那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童工带着 A 组全员加入 B 组，全力研发。不是说你们一个个这么丧着干嘛呢？这不就是一个项目吗？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但你们是我最信任、最欣赏、最依赖的战士们。如果你们还相信我这个老大呀，从现在开始把自动驾驶的所有的项目和文件全部收起来，今天下午开始，全身心的投入到 B 组的新项目当中，好吗？谭环，走，干活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在这儿等你半个小时了，我在等你答案。什么答案？是婚礼那辆车，对吗？啊，是那辆车，但是也不是。你知道我最好的兄弟最重要的这一点，他从我的身上摔下来了。我什么感觉吗？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讽刺。自动驾驶为的是什么呢？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便捷、更安全。但是我没做到啊。曾经我以为我离那个目标已经很接近了。但是当向小飞摔下来那一瞬间，我醒了。如你所说，还真的挺远。放弃不是你的性格。我这个人是不服输啊，可是那能怎么办呢？你不会甘心的。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你对这件事情超乎常人的坚持。一定有别的原因，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？哎，你不是经常跟我说那句话吗？咱们就事论事，该过去的东西就让它翻篇吧。我呢，对于公司而言是一个戴罪立功之人。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放在物流分拣项目当中，我不能再输一次吧。童宇，如果你真的想好了，我希望你放下包袱，全力以赴，因为你真的可以做得很好。多谢胜利者的鼓励，你赢了。咱们俩没有输赢。差不多了，咱们该撤了。哎，服务员，哎，买单。哎，好。哎，别说好了，我来买单啊。我这辞职未成，欢送宴还要进行下去吗？什么欢送宴啊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离职那一天你请我吃饭，但是问题是我没有离职。你这个男人，白瞎长一张帅气的脸。
所以说这顿饭还是要由我来请啊，因为你是个女人。我曾经幻想过这个男人失败后面对我的场景，然而我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一直在笑着，而且笑得很轻松。可我知道这笑意远比巨石更加沉重，但这笑意也让我感觉到蕴含着一种力量，他不会被压垮。先生您好，您的外卖。我没有点外卖。不会啊，您不是向先生吗？啊，啊，您稍等啊。啊，向先生啊，是我老郑。我看外卖显示已经送达，您收到了没有？你怎么想着给我送外卖啊？您不是求婚假吗？刘总吩咐让我照顾您的生活起居，我呢就给您订了份外卖，是您最喜欢的香菜。他怎么样？安全到英国了吗？电话也打不通，好像还没有下飞机吧。向先生，刘总一般工作的时候也不接电话。问题我是他，算了，没事。顾老二，我一会儿闪送些外卖给你，你收到跟我说一声啊。你干嘛给我送这么多菜啊？哇，郭老师。那么大正事，你是没吃早饭吧？我吃了，这是我一朋友给我送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送这么多。哎呦，荤素搭配，色香味俱全，赶紧吃吧。崔老师，你也没吃饭的吧？刚下课呢。啊，那你跟我一起吃吧。咱俩一起吃啊？啊。好呀，那我来。你别忙了啊，我来，我来。我动手就行，坐吧。啊，郭老师，能跟你吃饭我真的特别开心。不过呢，能跟你吃上饭真的太不容易了。拿筷子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童总工将带领 A 组所有成员加入我们 B 组，共同进行物流自动分拣项目的研发。童总工担任副组长，我依旧是组长。大家欢迎。那么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进展，希望我们可以合作愉快。公司业务遍及全国，大中型企业15家，上市公司8家，外资企业4家，这是国家公认的4A级物流企业。6号12台的牛排，这是6号，这是12号啊。
美什么呢？这么忙啊？还是谁玩手机啊？嗨，上完这道菜之后，把那边牛排帮我修一下，然后牛排直接吹好，按摩完我教你怎么腌制啊。啊？啊什么呀？师傅，您的意思是我可以做牛排了？牛排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还有分子料理呢，学不学？不学我找别人了啊。好嘞，你等着，我给他来个泰式韩式一条龙按摩。就你话最多。走吧。你们吓死我了！七龙珠，等待你召唤神龙。咱们这么多年，还真算是有点默契啊。老大，这一路我们可是气儿都没敢出。小安说，这是秘密行动，要保持静默，这把蛮紧张的。你们刚才过来的时候，没有人发现吗？天衣无缝。那我就认真跟你们说点事儿啊。自动驾驶项目是你们七位，包括我在内，咱们八个人共同的心血。公司现在最终的决定，暂停这个项目。但是，那是在上班的时间，下班的时间他们管不到我们。所以说我有一个建议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每周三天下班之后两个小时继续攻克这个项目，想跟我在一起。你们就留下来，如果有不想的，我也很理解。老大，我们等你这句话可等了一天了。哎，对了，隔壁那边你们懂的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应该安静、有效、速度的去完成我们的工作。开始吧。哈喽，我又回来了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你看我叫干嘛呀？我吃啊，我看你吃我更高兴。你看我吃你也高兴啊？哎，不过你挺能耐呀，这么难排队的餐厅你都排到了。不过现在不是饭点吗？你们餐厅不忙吗？还是也被开了？你瞧你说，我告诉你，但是你不了解我，就凭我有实力有运气。得了吧，这两样哪样你有啊？但是你还不了解我的魅力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餐厅的女经理看见我，哎，帅哥，两眼都直了，要个位置还不好要啊。我了解了，失恋综合症晚期，盲目自恋。你太不了解我，我告诉你，我早就放下了，你信不信？我还真就不信，就跟这哎秋葵似的，看着健康，空心的。我告诉你，那是以前的我，现在的我，百毒不侵。哎，你多吃点这个特色菜，多吃点啊！你吃点吧。好。
杰森，怪不得你着急请假呢，原来也是出来吃饭来了。啊，好巧啊！阿姨说这家味道不错，所以我们就过来了。啊，是，这家是不错，但是这个很难定位置的，你们定到了吗？定了，因为我家里人正好来上海，想见见小优，所以我提前订的位置。啊，这么快啊？有时候碰见对的人啊，有些事情确实发展的挺快。这还要谢谢杰森哥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留在餐厅，我也遇不到阿姨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进来一起喝一杯吧。啊，啊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杰森哥，你跟你朋友先喝着，我们先过去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不是他朋友，我是他女朋友。正好，这杯酒我先敬你们吧。我是岳子倩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你们的事儿我已经听过了，误会一场，大家都不必走心。我还要感谢你们呢，要不是你们呀，我怎么可能遇到杰森，遇到我的幸福呢？杰森哥，你女朋友真漂亮，说话也很大气。哎呀，没有啦，你看她平时大大咧咧的，其实呢，内向得很。你看，现在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吧？可爱的呢。哎，亲爱的，赶紧送送他俩吧，他俩还没吃饭呢。不用了，你们慢慢吃，我们先过去。杰森一会儿过来啊。哎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别放在心上啊。那一瞬间，他轻轻拔的那一刀却狠狠地扎入了我的心扉。好吃啊。嗯。茶不思饭不想，眼不动嘴不张，你这典型的思春症状啊。杰森，有什么不开心的就哭出来，像以前一样。别抽风了，好不好？装什么可怜呀？我觉得我还比你可怜呢。刚刚新婚之夜结束，老婆去哪儿都不知道了。该被安慰的人是我，好不好？小飞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嫁入豪门的生活就是这样。现如今你可是王的男人啊，这得认。那这新婚燕尔的，也不能把我们小飞扔在家里自己不管不顾的呀。就是，反正这回哥们儿扎心了。你这是扎什么心啊？我才算是真的扎心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说一下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说他是我女朋友。岳子倩要追你？我觉得你想多了，人就为了想帮你。可是这么听起来吧，这是想帮忙，但是又觉得又有点那么不清不楚的意味。我说的不是他，我说的是我自己。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心动。我好像对以前喜欢的东西、喜欢的女孩，瞬间全部都消失了。我的眼里、心里、脑海里，好像都是她。也许这就是爱情。你稍等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但是我只有一个好奇，你能追上岳子倩？我知道很难，那怎么办啊？她都说是我女朋友了，我总得追吧。童，嗯，你能不能拿出对待工作的态度来对待我的事儿啊？啊，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杰森，一个内心无痛苦、无欲望、无束缚的大条型男人，在这一刻，却像金刚一样在看着我。可是我完全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。你说话呀你！但是我却知道，哪怕是胡说八道，我也要说。
因为他需要的不是答案，是支持。您过来一下。大儿子，乖。去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你所有的套路都是他的强项，所以呢，你应该改变战术，打破所有的套路，我们换一个思路，重新再来。什么意思啊？在你重新建立的整个过程当中，你要换一个思路，咱们要逆向思维，不是说你能做什么，而是他能做什么，他擅长什么，但是他又不擅长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但是你擅长这个东西，这个他就是你的强项。懂了？有点懵。哎，我来给他解释一下吧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要了解岳子倩有什么是不会的，而你恰恰又特别的厉害，这个就是你最强的武器了。嗯？哎呀，你真是笨呐！通俗一点，就是岳子倩没有，但是你有并且很强的东西。我告诉你啊，就像你给我做的饭一样，你擅长的是厨艺啊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想要拿下一个女人的心，就先要拿下她的胃。说，哎，绝对成了呀！你应该很了解我。我希望你吃过的牛能够实现。外面有动静，别给我演戏！真的有声音。这就是一把玩手法。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跟他好好聊聊。怎样？失败了又怎样？换下泪水，我照单全收。怎样努力？奋斗。还好又怎样？被看穿又怎样？嘲笑再美都扔到一旁。怎样立正？出发。怎样换下泪水，我照单全收。怎样努力奋斗，还好又怎样？被看清又怎样？嘲笑再美都扔到一旁。怎样立正？